这不眼瞅着要到新年了吗？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呢？咱来韩国超市买点菜，这紫菜包饭看着不错，来一个。这个满大人橘子不错，来一个。米糕来一个，来点豆腐，我最爱吃的尖椒干豆腐，来几包豆皮儿，来点蔬菜。价格比网购要便宜好多，而且菜看着很新鲜。一直网购蔬菜的我，有的时候收到的菜并不新鲜，我还以为是供应链出了问题。现在看超市里的菜不都挺新鲜的吗？合着你专挑不新鲜的送给我了。来点蛋糕，来条海鲈鱼。在美国买鱼都是先让它先处理一下，继续逛一会儿再回来取。来点生抽、饺子馅，再来份排骨，再来点羊肉涮火锅吃。饺子皮儿可不能忘，要不然这一趟白来了。来包速冻小馒头，看看啊，这是啥？孔府家酒，咱遇到了必须来两瓶。结账一共195美金，感觉这个物价吧，初步估算涨了10%到20%之间吧。我们这一代好像物价一直都在涨。话说物价上涨到底是好是坏？感谢店家赠送日历一份。